今天教大家一个生活小技巧，我们在切菜时非常容易就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弄断。这时候我们只需要拿出自己养的宠物蛙，把它的手放在你要切的菜上切菜就行了。这个办法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如果你的刀工不好，那么你的晚餐里面还会多出一块肉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学会的来个双击，耶、yeah。